近婚变让你觉得很困扰？也没有很困扰啦，就是婚变闹了一个月，绿光照顶的江宏杰 IG 字迹还是写着小爱的老公，小小爱，小小杰的爸而已嘛。只是呢，老婆福原爱前几天又被日媒爆料了，约会的小五岁高帅男竟然是有妇之夫。报道更指出，福原爱友人受访时表示，福原爱最担心的是在台湾的三岁女儿艾拉酱跟一岁儿子小小杰，希望在儿子生日前回到台湾认真考虑离婚协议，还说那江宏杰明确告诉他不会把孩子交给他。各位大妈妈吗？现在大妈妈不能去看谁。江宏杰这次不晒小孩，不打温情牌，他在 IG 现实动态 PO 了 Oh my god 全黑画面，让粉丝觉得担心呢。这江宏杰所属的华研国际回应啦，谢谢大家关心，那张是星空照，江宏杰正与家人旅行中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我对林靖伦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赞赏。江宏杰呢，就算自己忙着录制全明星运动会，平时还得陪红队选手练习，他还是坚持带艾拉酱和小小杰出游露营，刚好也替4月3号生日的小小杰庆祝满2岁。江宏杰父代母职，为的就是不让无辜的孩子童年生活受到影响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